过午的人和未过午的人的差别就在这里。过午的人是为众生生存在这个世界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生存在这个世界。为自己利益生存在这个世界，当然他要受轮回果报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六道轮回是他的家。如果为众生生存的，一切为众生，六道和他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，遇到好的总是自己要占有，将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人。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就能看到，看到之后回头想下，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是怎样的，有没有犯这些恶。所以冷静想下，自己就明白了。我们是轮回中人，定是真的所谓极乐世界的人？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，来这个轮回里面是帮助人的，所谓救度一切众生。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。世间人贪爱，我们施舍；世间人要好的，我们要不好的。样样嘢你们不要的，我来要。你们要的，尽量供养你们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出家人着的衣服叫粪兽衣。什么叫粪兽衣？人家着烂着旧的衣服不要了，抌入垃圾桶里，出家人将它执起来，里面还可以用的。那一块布剪下来，裁下来，拼拼凑凑这样缝成一件衣。所以我们看出家人披衣一块一块的，那一块是什么？是周围执回来的，所以质地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穿起来很难看，必须重新染一染，所以叫染色衣。这种亦是世尊佛菩萨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教化世人。那种恶的习气才能断绝。以师废公，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方便，不顾大众。自己多一分方便，大众就受一分损害。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的，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，我们是学佛，定是愿意继续不断再去做凡夫？如果愿意学佛，要做佛，众生第一，一切为众生，舍己为人，生存在世间都是为众生。一定要读经，要解义，要依教奉行，在生活之中去受，
离开生活无地方修行。修行就是讲我们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将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睇法、做法修正过来，叫修行。诸佛如来所表现的完全是圣德自然的流露，最完美的德行，没有一丝毫缺陷。我们凡夫未见性，未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。学佛菩萨，我们要记住，不是跟那个人学，他的行为是自性自然的流露。我们跟他学，就是我们自性的流露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绝不是说被人拉住跟他走，不是的，这错了。是他见性了，我们未见性，我们学他那个模样，自己会见性。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见解，放下自己的想法睇法，听从佛的教诲，这才叫皈依。从哪里皈，自己要知道。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睇法，回过头来皈依佛菩萨的教诲。我们初学佛未见性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